主料，鸡中翅6个，香菇8朵，青椒30克，红椒30克，木耳30克。辅料，油、盐、葱姜，料酒20毫升，生抽15毫升，老抽10毫升，鱼露10毫升，糖3克，水淀粉、香油、蒜瓣、大料3个，香叶2片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准备好所有的食材，鸡翅用开水焯烫一下过凉备用，香菇提前泡软洗净切条，葱姜切好，炒锅倒油爆香葱姜蒜和大料香叶，倒入鸡翅翻炒片刻至鸡翅变色，加入料酒，加入生抽，加入老抽，加入鱼露，加入适量的清水和白糖，大火煮开中小火加盖焖烧10分钟，然后倒入香菇和木耳继续15分钟，放入青葱加翻炒均匀，淋入水淀粉，淋入香油，翻炒均匀关火。烹饪技巧，鸡翅很容易熟，所以中小火焖烧20分钟即可。鱼露如果没有可用蚝油代替，连最后再爆香菇很吸盐味，放早了香菇会很咸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